沱江，称为四川母亲河的沱江河水，从雁江城区穿城而过。长虹鲶鱼是长虹当年为招待孔子而烹制的一道美味。要完美的烹制长虹鲶鱼，食材的选定是第一个关键。宰鱼清洗，开片切块，物尽其用。下入泡椒油，加入泡红椒，再加小米辣、蒜泥、紫姜等调料炒香。当汤汁鼓泡时，就可下鱼块，然后给小火。特制的料汁，考究的容器，浓郁的香味。饱浸汤汁的鱼肉入口，一抿就化，麻辣鲜香在舌尖层层绽放。